会担心吗？不会啊，随便他，我是让他自由发展的。你把它上面的剥下来是怎样？我也搞不清楚在干嘛。喂！好认真哦，我不知道他在干嘛。抓狂了！那个谁的好朋友？哈哈哈！好人。那谁不会吧？把他的衣服都弄到是全部都是沙了，你看。牛牛，你在干嘛？你不要管他啦！你的手很脏嘞、欸。牛牛，你在干嘛？你要干嘛？你吃到沙子了哈，皮皮。我差个没有好不好？你在干嘛？我一想想学他嘛，看你在学字。反正澡都不用自己洗呀、啊，不用自己洗，我是回去要帮他洗、啊。我要帮他洗啊，不用他，他不用自己洗啊。当然啦、啊，他洗可以啊，跳下去，你看你洗的更多。太好了，这沙的那个水的含沙量蛮高的。对啊，哦、因为它一直动它，它浪比较大。对。牛牛，你挖到什么哈、啊？对啊，但是我猜他们应该从这里出去的。因为这个还蛮适合，很宽，蛮适合。那风浪很大。对啊，浪很大。他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在挖什么吧？没有啊，刚刚那个他这是挖第三次了、欸。你女儿的衣服都是沙子。走了、啊、走了、啊，慢慢走了、啊。啊！你要把自己埋进去吗？我想睡觉。后面我觉得还有点在热热。热、啊。真的、哦。